你知道关于杜陵和这座雪山的事吗？雪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手中这把剑的材料里，应该就有杜陵的踪影。既然如此，除了你帮忙的，全员准备战斗。你能接受这种温度吗？ 天才，我不这样认为。此即诞生之刻，我的工作就是遵循风雪的缩影，安逸的氛围。 我是阿贝多，西风骑士团首席炼金术士。我对你身上心海的气息很感兴趣，想要就近观察研究。相信以后我们会有很多独处的机会。真的太好看了，麦老师，我是你的粉丝。感觉棒棒贴贴贴贴贴，我是防飞扑墙。<笑>你们听啊，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技能。 那个阿贝多的元素战技呢，是可以制造出一个叫阳华的，看上去有一点像是一朵莲花的东西。然后这朵花呢，是在这朵花的影响范围之内，怪物受到的攻击，受到攻击之后会绽放出一朵新的刹那之花。哇！而且除此之外呢，这朵花大家可以站上去哦，会形成一个台子，把角色给举上去，就可以了。可以做玩具。 大战的时候就更快乐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阿贝多的元素爆发呢，是让岩晶大量爆发。如果场上存在莲花的话呢，还会形成生灭之花，造成猛烈的爆炸。阿贝多，你就是个花花人，花花人。而且刚才特写的那个阿贝多真的好。 万家灯火就在眼前，人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哎，你想要我去夜市？啊，不，不好意思，我就不去了吧。我在干嘛？<笑>